天我们来玩全战模拟室。昨天我下，昨天我录一个影片，他发觉原来发现很多我的声音听不到，就是把那影片的语气变了，给大家都是有解说或者直播的声音。玩这一关，算是介绍，但是也蛮不错的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战场，看对我左边先。这是我不用写的。这个应该是王帝啊 ，King 那国王啊。国王的那应该蛮强的，这什么没什么，不知道。OK， 我们就来丢毒药给他先，然后野狗、稻草人不什么功能呢、啊？来试试看先。然后剩下来就是我们要打手，我用法门。试试看最强表现。一打竟然干掉我国王了啊！太差了，我国王，简直虐待人，玩死你啊！也蛮，因为我发觉到他们那些骑士很喜欢打那些乌鸦的，应该乌鸦也是一个单位来的，要不然的话他们已经是冲过来打我的人了解。不过这是一个介绍而已啦，也不会在意太多啊。我觉得后面那个来的更难了。因为那边我看到有 challenge， 这挑战性的，那我们来下一场看讲解。这是 Sparta 吗？三百勇士里面的人。OK， 后面我们有新的主兵种了，现在。OK， 我们来刀士先，然后几个弓箭手，一样啊，几个弓箭手，然后后面 ，OK， 试试看先，好像这个对方很强哎。走路拐拐这样子，好像是有病这样子，好像没个正常的样子。哎，弓箭手，试试他吧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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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 ，OK，OK， 好像没有什么挑战性哎。OK， 下一关看讲解。OK， 这是我们敌人有，哇，全部盾盘啊！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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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个骑士，在一个骑士后面。好像有点不对的感觉呢。OK， 一个骑士，然后两个人扮炼金，看会不会赢先。然后赢瓜骑士的圣殿骑士哎，一个打不过。OK， 靠你的。
金是吗？哦，手抽筋也会打赢人的。好。很难嘞，人家玩臭啊，你们有那个，你们有四件台啊，我有丢石头的，看你怎么讲。来看谁先是先。哦，好凶啊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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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啊！哇，蓝的还可以吃的、啊，哎，有点不公平哎、欸，爽了，一个都丢死你呀、啊！我不过才一进一个哎、欸，我发现到自己的人全部都是有一点，每一个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哎、欸，怎么有牛的？这是牛人呐、啊。挨一刀刀谁接啊？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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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保护自己，不要不要不要！接下来应该是唱歌的不怎么效果哎，我觉得唱歌好像是。这唱歌去哪里哦？看他，看他！今晚今天我们吃牛扒。Yes。我这个翻白眼。哇！大哥，这个是什么造型啊？哎呀，我觉得这好像这后面那几个弹琵琶好像没什么作用的感觉。OK， 我不要再用它了。OK， 现在我们来聊冰扇了，全部冰剑了。好像 OK， 我们有新的兵种用了，雷神。用场雷神看什么情况？这雷神，修法了，修修修 ，snake 阿球，放死的！怎么每个人的声音在笑啥？在干什么的？这是什么声音来的？来看这场表现。哎，雷神不错哎，我雷神很强哎，我雷神很强哎。人都死。死得好惨啊！这个神 ，OK， 我看这个招行不通啊，换招数吧，全部放死，看怎样解。有石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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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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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他冰剑玩臭嘞！哎呦，我看的是放迟了，要放少一点，要懂事，要有人顶着盾牌。OK， 三个傻逼，三个傻逼，这三个傻逼，然后后面放箭的一堆，然后后面两个是冲负责杀人的，给多两个，哎呀。OK，
应该够吧。来看奇迹时间。对，好好，有他有他，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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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蛇去干扰他们最好。好像行不通哎，那石头上面有什么用的？哎呦，险，该怎么办呢 ？OK， 不怎么用哎，这瓜，对，那全部都是这人。我用盾牌看怎样。我搞错，我十四一枪也都全部死完了。他们是盾牌的，我就参加毒他，然后旁边有放石，旁边放石导弹他们，也不有这个方法，没办法的，不然他们一直是放石在后面，再放石 ，OK， 再多一个 ，OK， 看机器，哇，应该行得通啊这招。应该行得通啊！去 ！Yes！ 加上！你少一个有没有搞错？嘿嘿，终于都赢了啦！战斗条蛇不咬死你！他们现在是保护着一个熊人呢、啊。晕啊！维京啊 ，Viking Warrior，OK OK， 小V Dance， 全部是的。我换两个雷神看什么情况呢？雷神再加两个盾，再加两个士兵，看什么？看你会怎样招架。雷神很强哎，他会有导电的哎，可以练死他们的。这也完全场没话讲。太弱了吧？这是什么造型？不可以，这招行不通啊，行不通啊，怎么办呢？行不通哎。OK， 为什么这招？根本上他们一刀一个哎。两个放一条蛇，然后找人顶着先。OK， 看着行啊先。有机会了，要上！快点！
OK， 有机会的，有机会的，有机会的，有机会的。双十嘞，快点双十嘞，快点快点！哇，人呢？三个打打一个，算什么英雄？哦，好好，三条四条四的，要死了要死了，快点快点！我啊！我太强了哇！有没有搞错？你赢就算了，还喊什么？别买神太贵了，买不起。玩牛，牛应该是没太贵吧？根本上一刀一个耶，根本就是一刀一个，有没有划算一点的？哦，讨厌，收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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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牛牛大哥打死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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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 my god， 死了这一次。他在发抖啊，他怕他、啊。卡关啊。是要有人顶着的。来看，要准啊，准啊，准啊！我直接自己杀人了。是哇，一个人打五个。这熊兵可以一个人打五个嘞，会不会死？一枪死！哦，死呀！我死呀！一个死呀 ！Yes！ 导演，中 ！Yes！ 哼，一箭穿心，看死！这个太幸运了。嗯。我放全部是神，看你讲完。丢的丢的啦！快点快点！神啊，怎么搞？哇，三个神也打不过三个熊啊！太头痛了。感觉到神好像没用的感觉。牛先生啊！牛先生是来冲的，撞上他们，然后后面就放等箭，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的兵，然后射完箭后，就会冲前去跟他们拼命。OK， 牛先生靠你了。
等他，要等他，有死，我连自己人杀了，还有个剩下这个，被擦屁股啊！好可怜啊，这个人。OK， long ship 啊，是什么鬼东西来的？哎，不是应该放在海那边的吗？怎么要放在这边呢？船还有眼睛，狗的哦！竟然是玩船是吗？放个雷神，然后四个人放蛇，然后前面大堆兵，群勇士，可以为我卖命的，一群傻逼。你喂，这么贪回来的？哦，原来他们走起来是把那船递给我，压死我的人。我没关系哦，反正这一场也是不够的。雷神就搞定你们俩，这几个放屁！哎，不是嘛？不是嘛？你们放屎连自己人也杀了？哎，打完了啊！哦，这是 Introduction Campaign Away Finish。OK。OK。哦，他还会一直的。哦，他还会一直的update 的，然后他会一而多兵种给你们弄完的。好 ，OK， 好。所以现在，这个录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不要忘记还有按赞啊，谢谢。